各位观众，又到了损害朋友的时间了。看一下这个配率，左边这张小奖剩18个，大奖还有4个，有没有机会？这个中奖几率大概是几趴？数学算一下，大概是0.23%，哎，很高哎，比中乐透的几率还高哎，不是0.23%，23%啦，0.23%什么东西？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夹喽。然后等一下看能不能抽个四抽，直接 ACCE 可以吗？不太可能，可以吗？不太可能，不可能。哎呦，我最喜欢挑战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其实我旁边还有一套啊，你一张都还没抽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有哎，我有看到哎。不要，我不要当那种白老鼠。哎呦，连公仔都往洞口跑。真的有哎，有感觉。哦，忘了说，他这个不是夹到一格就抽一抽，夹到2570抽1358，这样大家看懂吗？然后宝箱直接一抽，对，宝箱直接一抽，你打完前，哎呦，他已经进了一抽，这下抓的都是真的哦，所以现在就是打你的好时机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不会服，不会服，那我们不太行。哎呦呀，哦，你看这感觉今天不一样哎，今天怪怪的哎。往洞口冲哦！今天很有灵性哎！啊，说好的往洞口冲，不听话哎！那也没塞了。哇！危险哦！这波危险哦！好像可以直接试试看呢，到底能不能开壶呢？开壶，开壶！哎，他夹到下面那盒了，哇，还把它推进去！哎呦，来了，往洞口冲啊！就这种感觉啊！怎么会？你看，这是老板乱搞，老板没事把公仔放到2楼，这样卡在那边，对不对？让金牌宕机这样子不行吧？老板，这不行吧？可以休息一下，有时候打抛到手点酸的时候，对，就抛手点酸，挑战他的极限。老板，你快乐了？老板生气，你下来嘛？来喽！哎，转左了！老板，你转左。我计划一下，猪八戒进大头。啊？哇，好像不太妙哎，这样子感觉不对。我都火！哦，你看崔叔有感觉，这时候拉前面了，被挡到了。哎呦，你要再补一盒？补一盒给你打。哎呦！对啊，拿给你。哎呦，这位置放哪里就是老板的诚心诚意了。哎！哎呦，看起来是相当的有诚心诚意啊，这个。天哪，有诚意哦，有诚意啊！果然你适合当老板，真的，有，你以后一定赚大钱啊！你一定赚大钱！你怎么会？啊，完了！不要！哎！我可以直接夹后面把它翻出来吗？哎呦，有想法吗？不错的想法哦！不。直接让他丢，丢墙壁之下。直接让他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不错。我懂。我今天运气应该是可以用这招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哟，直接搞出来！我今天运气可以直接这样子哦，我感觉到哦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想要这一只萨博，我就直接试着想要去全包它，它就是我的了。这样子，嗯，哎呦，对，你看我今天有感觉呢，出来了，哎呦，老板骗人的，老板也会说谎，老板是期待，是，哎呦，溜滑梯，双溜滑梯，可以了。萨波一定可以全包出货了，萨波来吧！哦，你看这个，
老板这太狠了啦！老板那不行，这样捏的不行的。这是什么？好，等一下再动它，先不要理它。记住了，关键哦，我打右边就可以吗？绕那个角落。不要往后边。真的吗？见真章的时候来了，绕你的脚。你把它拉更高了。我说我再拉高了，还是我直接把这个弄起来啊？我直接把这个拉走。搞不好从那边一直出入。对。老板难了啦。老板，变难了。出货。不要把手掉，你等一下。出货。碎啦，这里应该会变比较好。然后这算你一只公仔好不好？好，这算我一次。对，已经二了，加二了，你可以抽一抽了。这可以带回家吧，因为我们夹到了。可以。你看，这等于是说我们旁边已经没有那个尖尖的喽，变好夹喽。有人怎么会有人这个东西都要夹？我跟你讲，我昨天也在夹这个。哎呦，来喽！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已经先被别人夹松了。哎，这关键的角落现在可以夹得到喽。关键角落，你看，看，嘿，啊，这怎么？哇！少那个真的有差，然后真的差一点，啊？哎，越来，关键角落，好吗？下面的那个角落，上面的不行，要下面的。不要丢回去。绳子出货啊！你没有看到，后面那个听到了，不要听到，没办法，假装没有，没有，那有出货。这边打满菜，现在都还没吃啊。对啊，试一下看左边那个到底有没有用。哎呦，来了。机会来了，老板。很怕，会怕哦，会怕就好。怕，但太困了。那个一小脚呢？那个要出了，那个要出了。鬼子运气，我跟好像哎。鬼子运气啊！难怪大家都要打宝箱。对啊。哎，刚那什么东西？这个夹两下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夹两下？下来。有，我不会。来吧。出招吧。哈哈哈哈哈。下来，再次，再挑战，第二次挑战。看，居然这种事情！快坐！鬼之螺，鬼之螺！你知道刚刚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嗯，旁边少了栅栏，它如果有栅栏，它高的就下来了，所以它一栅栏它就往这边倒。哎呦，栅栏！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吸不动，那只能拼深一点了。哟，呀，老板是肚子饿了吧？哎呦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时候就可以赶紧夹链子住了。练柱，多加一个字而已，多加一个字你就听不懂。一只柱嘛，对，不是一只柱了，练柱了。练柱，来吧。练柱。哎呀，
哦，箱子那个铁可以勾哎。不不不不。哎呦！啊啊啊！哎呦，干嘛？干嘛？不小心撞到了。那个不是效果。啊！那个东西效果这么大。嗯。头痛。冲太快，那个机台摆太出来了，但人家做效果不方便，还好没有流血，还没事。要往右边掉，一直往右边掉怎样？我刚才本来在思考，想说如果这个还是要跟你们收回来，就是想拿一个公仔跟你们换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像不错的，什么东西的？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相机刚突然坏掉了，所以现在用手机拍。相机突然装电池之后，哔哔哔哔哔一直叫。寿终正寝啊，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时间限制啊，它的寿命。耗了就是这样子，该换一台相机了。突然就不行。对啊，突然就不行。应该维修就好了吧？要看维修费多少，值不值得？因为通常修都要修一两个礼拜。好。来，抓出来了。卡在中间呢。对呀、啊。夹错盒了，夹错盒了，出事了。夹错盒了，夹错盒了，完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抽三个，三个直接大奖，这几率你敢信？我不敢信。现在再抽一个，好，再抽一个。抽男的啊，都看不到，抽就没抽。再抽。然后，最后再补一抽。嚯！哎呦，来，先开我的第一抽。哎呦哎呦，哎。七，不要紧张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碎珠的，有碎珠的哦，有，碎珠的来喽 ，F， 啊，都没有大奖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看起来就没有，各位观众。带走他的一只乳猪，可以吗？还可以。等一下，那栅栏是不好。对，那栅栏还我不会让你那个嘛，给你抓了。哎呦，对，只是这是另外一套的栅栏，换一抽右边那一套的，对，还是有白胡子跟那个。哎呦，大奖白胡子还在。那以后都过来只出他的栅栏，不行这样子，不讲他栅栏。那我就。这画面有点满，等一下。太过头了吧！观众，啊！谢谢，这是我们的两个小赏。不给你抽粉丝啊，不让你输那么多了。给我抽粉丝，好好，感谢感谢。那这个就一般观众，在下面按赞订阅抽给大家。他这个就是会员哦，这个会员在听到底下留下我是会员就可以抽到粉丝哦。没错，我每周二四日出片，夜霸礼拜五出片，睡住礼拜六出片，都在下午5点半。然后我没出片，他没出片。然后呢，脚蛙直播在礼拜六晚上，135是游戏直播，在夜上线了。夜上线了，我的店叫富士玩，哦，是玩具店，然后在中立区中山路310号，记得来玩。没问题，拜拜。然后帮你，因为我叫帮你藏起来。我叫帮你藏起来，怎么帮我藏起来？听我叫帮你藏起来。哎呦，我先等你讲，好，可以藏起来。什么藏起来？这不是，藏不是，藏起来。什么藏起来？老板，老板，你赚钱还藏客人，在安利美赛吧？安利美赛啊！哎呦，你刚不是下货吗？老板，安利美赛啊！老板，我帮你手臂小叮当啊！什么东西？不让我离开你机台是不是？